一整片国旗海在高雄冈山飞扬，搭配熟悉歌曲，这场景好久不见，大家在等一个人。我们立场就是唯一韩国瑜就是能做我们的总统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股力量，我们始终都没有离开韩国瑜。韩粉发起活动，要大家穿国旗装，拿国旗出来相挺韩国瑜选总统，要国民党别忘了韩国瑜。国民党伊就讲主动纳入内参民调，啊，如果拿第一名，希望会当顺利征召韩市长来参选这座的总统。韩国瑜脸书PO出人在泰国参访，对选总统他没有表态。国民党至今尚未推出2024总统人选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动作频频，表态争取征召名额，喊出给我30天，也在竹北展开第一场说明会。郭台铭加油！郭台铭20号晚间夜袭绿营大票仓高雄三民区，和要选立委的蓝营议员黄柏麟会面，一样在场的还有高雄市党部主委罗世雄。郭台铭积极争取基层支持，喊出自己民调上升，也让党内挺侯派感到焦虑。绝对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们对我们主要候选人要有信心。到底征召谁出来？党主席朱立伦持续闷着烧，就是不松口。面对党内挺韩派、挺侯派，还有毛遂自荐的郭台铭，国民党的总统人选，看来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